主修钢琴对吧？对啊。为什么会想要转来我们学校？你们学校不好吗？你学校比较漂亮啊。没有了，我爸叫我来的。Hello。你们班的？对啊。你们钢琴好像很出名啊。嗯，我们音乐班的学生都还蛮努力的。你应该也蛮努力的吧？还好啦。你看这边，这两层楼全是琴房跟演奏室。你是音乐部的学生，会常常来哦。嗯。好漂亮啊。这栋琴房已经有100年的历史了。有100年啊？嗯，不过在我们毕业典礼那一天就要拆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要盖新的琴房大楼啊。可惜今年毕业我们就用不到了，学弟学妹还真幸福。没事就多来练练琴吧。什么？我们学校真的不错哎。要我带你进去看一下吗？没事，我自己进去看就可以了。如果我迷路的话，再大声跟你求救了。不好意思，刚刚是你弹的吗？不是。啊？这没有别人了、啊。是啦。哦。这句蛮好听的。是。19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天才型的音乐家，被后人称为钢琴诗人。那就是肖邦。为什么称他为天才型的音乐家呢？有什么好看的啊？上课专心点。因为他在6岁的时候开始学琴，可是在8岁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公开的演奏会上面很精彩的完成了一首协奏曲，而且大为轰动。至于为什么被称为钢琴诗人呢？那是因为他的作品被形容为流畅、精致、优雅无失。你干嘛跟着我？没有啊。没有，那再见喽。哎，有了。想问你，你今天弹那首曲子是什么名字啊？还蛮好听的。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哎，这是什么好秘密的、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大老远就听到你的声音，这里是学校，不是让你泡妞的地方。上课也不专心，我告诉你，给我小心一点哦。嗯。我顺路送你。你怎么知道顺路啊？怎么突然下雨啊？
你没带伞啊？嗯。说话，反正我问你什么，你都说是秘密啊。你喜欢哪个音乐家？都喜欢。那你喜欢晴天还是雨天？都喜欢啊。好吧。你琴弹不错哦。是厉害。是厉害。下次弹给我听好不好？不行哦。没关系，迟早我会知道。我家差不多到了。嗯，到了。嗯。我地上是不是可以了？谢谢。没关系，我送你啊。没关系，被我家人看到不太好。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陆小雨。我叫叶湘伦。再见。今天不做饭啦？啊，对。菜忘了，来来来，还是大婶厉害啊！来，大婶已经给你准备好了。没关系，没关系，改天给你接出来。真的吗？嘿，谢啊！现在看着春风满面哦。好，拜拜。慢骑哦，拜拜。吃饭喽。是哦，没看过你，新来的。啊，音乐班的。我是阿宝，他是阿朗，我们是橄榄球队的。他是队长，因为比较老。什么老？那是我的青春，奉献给橄榄球。我选择留级这条辛苦而漫长的道路，是不是这个学校需要我啊？你懂不懂啊？哎，我讲话你可不可以认真听啊？啊，走了啦！你以为是音乐班的、哦？下礼拜记得看我们打球，拜。好，走了。好，拜拜。拜拜欸、教练那个笨蛋，傻子啊，找不到人。
吓到你了吧？吓到了。你今天早上怎么没上课、啊？我刚刚去练琴啊。嗯。怎么样？想我？想。想你的音乐。可是我是想你的。音乐。今天天气好好。今天天气好好。喂，走啊。嗯。你家几个人啊？我家。嗯。就我跟我妈啊。那你嘞？就我跟我爸啊。就我跟我爸啊。你还学人呢、欸？真的吗？啊。那你爸做什么的啊？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哎、欸，好，不知道算了、啊。这有什么好秘密的、啊？秘密我就不能秘密哦。哎、欸，嗯，好好吃啊！我没吃过哎、欸。真的？要多吃一点啊。冰淇淋干杯！然后你在干这个的、啊。嗯。赶快，不然来不及。喂，校园要保持热闹也不错。哎，没那么多，走了啦。今天呢，我们新同学要挑战宇豪，现在是勇气可嘉，我们大家给他点掌声好不好？你在干嘛呢？请你不知道啊、嗯、学妹们知道我是谁吗？学妹是谁啊？嗯，很好。坐在这边的呢是宇豪学长，大家知道他的绰号是什么吗？钢琴王子。没错，因为呢没有一首曲子是他不会弹的，也不会有人是他的对手。什么钢琴王子？哎、欸，好啊，看开一点。废话不多说，我们道琴大赛正式开始。听仔细了吧，你可一个音都别错啊。出暖一点的。
啊？是啊。是叫你立起来，是叫你站起来。摊开吧。可能连肖邦自己都不知道有这一段，你真是太有耳福了。宇豪即兴功力果然厉害，新同学。今天有好戏可看了。太精彩，让我们再给两位一次热烈的掌声。好啊，回去上课啦。你说说话，拿去吧。他情况很难找哎，你真的给他啊？哎，谢啊。很厉害嘛。太好了。上课喽。嗯。嗯，运气过来，你不知道这样会得心脏病吗？饿，超饿的。你好像很喜欢从背后吓人吗？我喜欢你的背影啊。你昨天琴弹得不错嘛？你昨天有去啊？有啊，我只是不想让你分心而已。糟了，这么多美女都影响不了我了，我还是一定要弹得很顺利。干嘛、啊？生气啊？开玩笑啦、啊。你昨天为什么比赛啊？为了这颗卤蛋，哎呦，这是不能说的秘密啊！你很无聊哎、欸。喂，小伦，今天舞会我跟阿宝组个 band， 看你昨天琴弹得还不错，算你一份，怎样？啊？就这样一言为定了，说话要算话啊！什么说话算话？
李湘伦，你也过来。站好！站好！谁说可以在这里吃饭？这里像是一个吃饭的地方吗？啊？你会在餐厅里面跑步吗？你为什么不把衣服塞进去？啊？哎，这什么？什么？这什么皮带？你以为自己是歌星啊？领带是这样打的吗？我说你头发明天还不剪，我帮你剪。你喜欢嘛？女生现在喜欢不男不女的吗？有烟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根，我可以要一根吗？久没抽了，是的。你为什么会有烟呢？八根烟，好，八个圈，去，快！你呀，这算是什么朋友啊？有烟的朋友，你走，走吧。又想吓我？哎、欸，他们是你朋友啊？对啊。可是我不像哦。我也不像你朋友啊。没有啊，你很特别，我却很普通啊。怎么会？我觉得你很特别啊。我能遇见你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真的吗？如果你有把我当朋友的话，你就告诉我。你为什么这么神秘啊？你追得到我，我就跟你讲。你好像很喜欢一只手弹琴哦。因为这样，另外一只手才可以牵你啊。四手连弹，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哦，可能是我弹太快，老师你觉得有两个人吧？你们这些学生啊，真的是，就当我没看到，好好练琴，知道吗？你看，琴弹得好又没关系。还不是因为我功课好，老师喜欢我。可能。哎、欸，小芳最爱的女人、嗯，他们在一起十年了，最后还不是分开了？但是，能够拥有十年也已经很长了。是不是有心事？
也不知道哎。或许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吧。你就好好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喽。嗯，好。走啊。去哪？珍惜和你在一起说话。快啊！哎，你不要骑那么快啦，你现在到我家了。嗯，真的吗？最近很忙吗？为什么每一天都是我回来你才刚做好菜？而且这样很好吃吗？少来，你交女朋友了对不对？没有，阿爸他们出去了。阿郎阿宝，嗯，我就知道是阿郎阿宝，他们是坏朋友，你不要交这样的朋友，他们抽烟不听音乐，是坏人。不听音乐就是坏人啊？当然。哎，你这样我很为难呢。你为难，你为什么难？我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是担心你，你知道吗？嗯，这样跟老爸讲话的，嗯嗯，说说好了，你要交这样的朋友，知道吗？啊，好，吃饱，减肥啊你，啊，哎，你看，我跟你讲多少次。鸡丢乱放，你做事情要专心一点，啊！脑袋不要胡思乱想，做人要规规矩矩，要当一个普通的人。你知道老爸听音乐几十年，啊？年轻人要多听音乐，他不会胡思乱想。哎，我没胡思乱想啊。你多久没有听音乐？不是我没有听音乐啊，刚 CD 又乱放吗？Music has many different forms. We can use different instruments to make it have different types of feeling. Like just a while ago, we had piano and flute. Let's have one of the music majors come up and do an example for us. Jingyi, how about you? Jingyi, did you hear what I said? How about you?Thank you.
们去打好了。哦。哎，改天再还给你那个。嗯，好。走了，拜拜。拜拜。请你走了。你今天可以送回家吗？啊？骑脚踏车送我回家。没有啦，开玩笑的，拜拜。哦，喂。等一下，可以骑脚踏车送我回家吗？可以啊。嗯。你还学人呢？讨厌。干嘛？哎，今天好像有人没上课哦。谁说的？我刚刚琴房练琴啊。确定？带你去个地方。等一下没课哦。啊，不去，我再琴一曲了。嗯，走了。走。不要闹了啦！你自己说只借三天而已，哎，现在已经两个礼拜，你这样会害我被老板骂死啦！什么？好，我找一下看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曲子。我家了，快点！你怎么了？是气喘，休息一下没事。不要吓我。所以啊，我那个男生接吻，半牵男生的手。我不能受太大的刺激啊！嗯，你真的假的？还骗你的嘞！我好多了啦。我跟你说个秘密哦。哦。我。数过，从琴房的教室总共108步。无聊。无聊就不要聊啊。好嘛，
这我也数过啊，从这边到那边一共五步。嗯，你又知道哦。一二三四五。哈哈。啊，你的魅影报道哎。唉，就是有人喜欢这样的。是天鹅哎，这很难找，我已经找很久了。明天斗琴，该不会就是为了送我这个吧？是啊。很少朋友，没人喜欢我喽？怎么可能呢？那你喜欢我吗？你真的要教我？终于又弹给我听了。你一定要弹这么快吗？我回去都弹那么快啊。这样我难记耶。哎。嗯。不要在旧琴房弹这首曲子哦。干嘛？因为旧琴弹起来不好听啊。嗯，我还以为你觉得琴音都会去那边弹，叫我不要去。哎，我送一首曲子给你。现在啊？当然不是现在喽，毕业典礼上。我会为你演奏。
好吧，你以为你现在还流行这个。下礼拜总冠军，看你要不要过来看。可以吗？谢谢你。没问题。拜拜。拜拜。哇，真的真的。哦，叶湘伦，男子汉不玩这种娘娘腔的游戏啦。哎呦，叶湘伦，人不错哎，我们班女生来找你签名的，这很正常。跟我们在一样习惯。问一个问题啊，问啊，你们学运动的啊，有听过气喘吗？你白痴哦，这么简单的，哎，拜拜，这么简单的问题，感冒的一种，屁啦，这个是感冒的一种啊，那是运动伤害的一种啊，是吗？哎，是啊，我还是问别人啊，可是，运动伤害的一种，就是啊。那你弹的挺不错了啊。刚学。跟谁学？啊，你管我啊。吃什么对气管好？吃。跳舞啊，跳舞对气管好。屁，到底吃什么对气管好了？吃大蒜就放屁，吃。啊，跳舞就不会放屁，而且呢，哎，你跟我跳一支舞啊。我告诉你，好不好？怎么样？送了一大堆苹果，所以是苹果喽。对，你不骗我。Apple， 苹果啊。关掉。哎，怎么弄的这个？
想听什么？我上课了，我下次再弹给你听哦。好多苹果。怎样？要吃吗？可以吗？哼，不行。十五天十五个苹果，你看你有多久没来？这跟苹果有什么关系？有啊，我买给你吃的啊。哎，每天这样好像神经病一样抱一堆苹果来学校。你不来上课？不然你给秦一吃。秦一，好啊，可以啊。反正苹果这么多啊。哦，干嘛？不开心啊？我不在学校的时候。你会不会喜欢别的女生？会啊，十五个。你帮我拿一下。不好意思，请问一下，你没事吗？没事啊。你没有话要跟我说吗？不知道我应该 说什么，对不起。再谈啊，老爸都快哭了。
不要吵。你不要吵了，我一个人静一静。你为什么不开心？告诉老爸，爸。啊？没事。只有你一个儿子，我担心你啊。为什么不开心？告诉我，好不好？啊？我去煮饭。哎，不要煮了，今天放假，我们出去吃，好不好？你要吃什么？啊？我们出去吃，出去吃饭。开心点，儿子，开心点。别按了，别按了！你找谁啊？我找陆小雨。不要叫那么大声，他不舒服在睡觉，这样会打搅他的。不是，他为什么不来上课啊？早就退学了，不读了。他气喘发作，在休息，不要来找他了。有了。君，嗯，上次真的不好意思。没关系啦，回去就算啦。觉得旧情很难谈吗？会吗？你好像很喜欢来这里耶。因为这里有很多回忆。可是毕业典礼那一天，这里就要拆掉了。不知道。你很神秘耶。
会吗？如果有心事可以告诉我啊。那你下课可以顺利带我回家吗？好，反正我等下找一下哈。OK， 好，好，拜拜。这张唱片你不是早就有了吗？对。Welcome to the 84th graduation ceremony for Tanjiang Art School. Throughout this year, watching outstanding graduates completing this phase of their education. However, no one can stop time, and nothing can be kept forever. I wish that everyone will not ever forget being a part of Tanjiang Art School.Cherish the good times. And now, let us welcome our school's orchestra for their performance. Thank you.小时候。
在干什么？等一下，小石头，我的脸都给你丢光了，你给我回去。神经病！真的会带来好运？跑什么？你跑去哪？都结束了才回来。轻谈讲，就是笔就是尺来。你看，你看那个，现在那个，哪个？哟，Hello， 叶湘伦。哦，哦，你们在干嘛？哎，你们班大扫除啊！看一下，看一下，好。不要说做兄弟也没有照顾你。来，再给你，不要忘了我们了。走喽。哎，你刚刚在我们班有看到一个女的吗？哎、欸、女的谁啊？就舞会跟我跳舞那个。跟你跳舞？神经，从头到尾不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跳？我还没找你算账哎，抢我风头。你今天早上没上课？我去练琴啊。今天好像有人没上课哦。谁说的？我刚在琴房练琴啊。十五天十五个苹果，你看你有多久没来？就舞会跟我跳舞那个，从头到尾不就你自己一个人在跳？哎，下次如果没有舞伴，可以找我啊。你叫什么名字啊？我不是告诉过你了吗？我明明听见四手联弹，怎么只有你一个人？这些学生啊，真的是，你当我没看到？我能遇见你已经是很不可思议了。宝宝，宝宝，宝宝。
找谁啊？我找陆小雨。哦，门没锁，自己进来吧。小声一点，小雨在听音乐。跑去哪儿了？跟我要分开，这是他最喜欢的一首歌。有一天他跟我说，他遇上了跟他一样喜欢这首歌的人。不要碰小雨东西。小雨，我应该相信你的。什么？那是1979年，陆小雨是音乐班3年级的同学。他的钢琴弹得非常好，而且他是一个很有才华的学生。可惜他经常胡思乱想。小雨啊。我们已经坐了好久了，你现在可以告诉老师你为什么哭吗？老师已经很累了。老师，你相信我吗？老师当然相信小雨，可是我怕小雨不相信老师。那我跟你说一件事好不好？有一天，
Follow the notes upon the journey. At first sight marks one's destiny. Once the voyage comes to an end, return lies within his tiki.是我第一眼看到的人，我所以只有他看得到我。对不起，我想问一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一间教室，好看的，上课专心点。只是我们相差了20年。琴房到教室的距离算过，一共108步。但也不是每一次都这么顺利。他的背影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时间对我来说得来不易。这大爷，因为想要弹回去。
没有了，我是来找小伦的。我又让你失败了。情侣来了。小允，可能你不是，这他没眼光，对他没眼光。原来张来的男生是这样啊！如果给我碰到他的话，我就给他两巴掌啊！臭男生，臭男生！大勇啊，是叶老师，这样太明显了，已经不是在偷听了。我去那边扫。小心，老师是个色狼。小雨啊，是这样啊，这种男生不值得你去想他，你就把他忘了。以后有什么事情的话，不开心的可以来找老师，老师可以帮你啊。决定不回去找他了。可以帮我保管这个情妇吗？可以。还有一件事情啊，这事情你千万不要随便跟其他人讲起啊。老师，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当然可以。小雨，别想太多。担心，我们会继续的，同学啊、老师啊、学校都对他很关心的。但是主要就是要，父母要配合。你是班长，你应该好好照顾他，知道吗？这事情不要告诉别的同学啊。
功课好有什么了不起啊？还不是有神经病哦，真可惜啊，长得这么漂亮跟我在一起就好了啊。有点坏哎。好啦，我们来想想毕业典礼要干嘛吧。哎，不然找小雨去表演就好了啊。表演穿越时空哦。找男朋友啊。真的好看吗？怎样，瞧不起玩笑？你们不要再欺负小雨，我去找他乐事了。小雨，他是谁啊？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男生呢。那二十年以后妈妈会怎么样呢？家里的锁坏了，我都进不去。可是我想妈妈应该还是一样漂亮吧。不是你，说什么女孩子学音乐比较有气质？你看，弹琴都弹出病来了，你叫我们母女以后怎么办？给你倒水。他还有提到那个男生吗？好一点呢，谢谢老师来看他。小雨要是知道，一定会很开心的。今天是学校的毕业典礼，我希望他能够参加。我去叫他。小雨，你看谁来了？小雨，今天是毕业典礼，我希望你可以一起来参加，好吗？哎，到这块菜了。
什么时候？毕业那天啊，我会为你走。你们看一下是谁来了，过来、我跟哲宇看一下一二三，事情的结果啊跟我想象的不一样。你在干什么？等一下，教室等我。男朋友送的吗？我没有男朋友。最后一次的合照。你问这个干嘛？你听过他的事情吗？还有，
准。不要在旧情况下就说裙子。够。那个旧情不是还不好听吗？你谈那么快吗？我回去都谈那么快啊。Return lies with an hasty kiss。Thank you.
咖啡离开了杯垫，我忍住的情绪在哽喉咽。拼命想挽回的从前，在我脸上依旧清晰可见。你说把爱渐渐放下会走更远，又何必去改变你错过的时间。你用你的指尖阻止我说再见，想象你在身边才完全失去之前。